喂喂喂，你可看到了啊？不是我想这样的。天女，不要用歪歪称呼圣上，应该称呼圣上为圣上。我乐意。粗鲁。你看到了？不是我想这样的，是你的大臣非要这样的。哎，其实我这个人呀挺好的，以后咱俩就好好处。但是如果处不好的话，那你可得找找你自己原因哦。弱于寡人之人，非才华横溢的才子，便是博古通今的能者。你区区一介女流之辈，你说你何德何能？哈，你这可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啊！哼，在我们那儿，才女可遍地都是，男人能做的，女人照样可以。就拿她来说，照样有女保镖。哼，微臣愚钝，不知保镖为何物。就是像你这种贴身保护别人的人就是保镖。那为何叫保镖？你十万个为什么呀。可能被保护的人都镖吧。别忘了，你受寡人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，早日实现你所谓的天府之国，要不然就算寡人不杀你，群臣也不会轻饶你。爱奇艺 Chillax 里邦我的地当的在